升级完成之后，第一次启动会比较慢，因为它要启动很多服务配置。第一次启动完成之后，后面的启动都是正常的，大概十几秒钟就起来了。但是第一次启动时间会比较长，大家耐心一点。 这个是导电工，今天导电工嘛？你今天导电工，是不是已经这个？就有干扰呀，进电工就啊，这些东西都一定要点，因为它到时候你肯定拍完过后跳，被跳脸了，那个。